嗨，大家好，今天我要跟我先生去吃另一顿大餐。我先生说，今天要去的这个餐厅穿着一定要更为讲究，因为游艇比较冷，所以我得把这个披肩披上。我买的这些便宜的礼服很少有机会穿，这不来到船上才有机会把它们展示出来。说心里话，女人平时可以多买一些这样的衣服。虽然平时不怎么穿，但是当你度假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带上。出门在外，总是会有一些场合让你的穿着更为得体。我先生订的这栋私密的晚餐是在游轮的底层，全船只有18个人订了今天的晚餐。一开始，服务员把我们引到了游轮的大厨房，那里禁止拍视频，所以我也没有录像。在那个主厨房里，我们18个人围站在一个餐台前，在那里我们品尝了几种非常精致小巧的食品，然后就把我们引到这个私密的餐桌前。我们18个人围坐在一起，面对面，桌子上摆放着我们的名片和菜单，我们就按照菜单的顺序，一道道的来品尝不同的食品。服务员不停地在我们周围忙碌着，厨师也在不断地给我们介绍每一道菜的特殊制作方法。说心里话，我真的不太享受这样的待遇，坐在这里都感觉到很累。这顿晚餐吃下来花了我们整整3个小时，真的是又劳心又劳胃。尤其是那个厨师的介绍带着很浓的印度口音，听得很不舒服。可能是耗时时间太长了，中间留了一段时间让大家去上卫生间，不然的话，大家的肚子可能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的食品。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餐厅还派了一个魔术师给大家变了几个小魔术。Sharpie, Sharpie, Sharpie is a permanent marker, correct? Doesn't come off. But watch. When I shake it, the heart. I'll take the heart. Slowly, slowly, slowly. Watch, watch. I threw it inside the palm of her hand. 3-1, open your hand. 哇！And I drop it on my phone. One more eight, like throw it, and it lands on my phone. 3-3-3-3, right here. Okay, what? I take the threes. Wow. One ball goes in her hand. Perfect. One ball goes in my hand. Squeeze the ball tight in your hand. Perfect, perfect. Watch. From my hand, I take the ball invisibly. 1-2-3, going from my hand. I threw it inside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now you have to watch. Imagine this is the husband, this is the wife. Hold out your hand again. Husband and wife together in a room. Trap them in a room. What happens when they're trapped in the room? Come on, we adults here. Come on. come on. Babies? Babies? 3-1, babies! Thank you so much, guys. Thank you. Feel it. Count them. There should be 17 card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7 cards. And it's finally. What's happened? 这顿特殊的晚餐吃完以后，我一直觉得胃里不舒服，但我还好，也没有感觉到多大的问题。当天夜里睡到1点半的时候，我突然醒了，发现我先生坐在床上。我说怎么了？他说他胃很不舒服，有点想吐，又吐不出来，就堵在嗓子眼。我说你怎么不吃药？因为我知道他每次都会带一些胃药，可他说他忘了带这些药了。幸好我当时走的时候顺手把我从中国带来的肠炎宁装在了包里，我就赶快下床去找那盒药。虽然那个药已经过期了，但它属于中成药，还是会有一定的疗效的。我就让我先生服了3片，不知道是药品起了作用，
还是我先生自身的抵抗能力起了作用。没过多久，我先生就安然地进入了梦乡，而我却再也睡不着了。直到凌晨五点的时候，我才又进入了梦乡。总之，这顿大餐不但多花了那么多钱，也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所以说，金钱不一定能够买来快乐和平安，有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最后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照片是刚进这个餐厅的时候船上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拍摄的。等我们离开餐厅的时候，照片已经打印出来送到每个人的手中。这就是这顿尊贵的晚餐给每个人留下的纪念。